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365集。我们今天来给大家做王国系列核心级的声波。这款玩具目前非常的抢手，倒也不是说它有做的多优秀了啊，而是第一人气很高，第二供货量非常的少啊。主要还是呢，这一波核心级的玩具呢，一共推出了四款，其中的话呢 ，Optimus Prime 呢，还有这一款 Starscream 的话呢，已经是先前推出过了。然后它还有一个是异色版的一个小型的迅猛龙的那个模具啊，也就是说呢，这一次四款里头呢，其他三个呢都是已经老模具了，只有这款音波呢是最新的。那我们就顺便的也把这个 Megatron 拿出来做个简单的小对比吧啊，我是不知道会不会推出这个震波啊，如果有的话呢，狂派四天王就能够聚齐了。摆在一起呢还是蛮好看的，而且呢你会发现这款声波正面来看真的是做得非常的漂亮啊，除了轴部的球形关节比较碍眼之外呢，其实它还是个非常有架势的玩具。那买不到的话呢，就没办法了，碰运气了，我是呢用原价呢去收购到的。翻到背面来看的话呢，不免就果然是官方的产品啊，该空洞的地方呢还真的是没有错过啊。那么手臂后方的空洞都是变形的时候要收纳这个手掌跟脚掌的一个位置，后方的这个臀部啊还有背部的话都还有一些简单的刻画啊，可以看得出来啊，它是非常非常还原到 G1 的一个感觉。胸口的这个狂派的标志啊，不得不承认印的真的是非常的漂亮，而且这个声波专有的这个激光鸟配色的，我说的是激光鸟配色的卡带，而不是激光鸟，它里头就是一个磁带。那背面的话呢，没有任何的涂装，可以看到是一个亮光黑的一个感觉。它的话呢，里头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卡槽的，把它卡下去啊，扣上就行了啊。这里有做出一个凸，但是呢，并没有联动机关啊，这么小的玩具。可能 NA 可以做吧，官方就应该不太会了啊。然后它的一个配件的话呢，也是手枪还有一个肩炮啊，这是非常标志的。肩炮内部的红点有涂装啊，还好这个地方有涂装。那么讲到涂装，其实这款的涂装以官方的小比例玩具来说，这一款不算差啊，或者是说呢Kingdom 的这个核心级的这个玩具呢，其实涂装都不至于太弱，这是实在话。现在官方小比例的越小的玩具还是有一个精致的一个感觉。那这一款的话呢，就上方有个空洞，头部的话呢是要变形的时候要塞进去的，那么呢它在头塞进去的时候呢要抠出来反而比较难啊。然后手臂的话呢，这里的关节啊，这个关节非常的紧，两侧的这个关节非常紧，紧到我必须上细油啊才能够把它做一个转动。那我还是讲一下细油的话呢，在大陆叫做硅油啊，那在台湾细油呢是非常便宜的啊，一瓶60块钱台币而已。我已经用了很多年了啊，用还不到1/20吧，连5%的量都没有用到，所以还是非常划算的。然后这个轴部啊，这个球冠啊，出乎意料之外呢，并不松哦，感觉还不赖。手臂的话呢，不能够转动，它只能够变形的时候收进去。那腰身无法动，比较可惜。这个地方啊，这个是一个上银漆的，手臂是塑胶灰啊。这个裙甲是可以往前面掀起来，掀起来之后的话呢，可以告诉你我真正的身份是什么，我是有。这个上面写的是好像是写什么越南制的吗？是这个意思吗？哦，好吧，原来你的那里是越南制的。然后呢，脚的话呢，外摆内收也是有的。膝盖的话呢，变形的需要刚好弯90度。脚踝呢，其实没有什么接地，几乎是没有啦，几乎是没有。那这个站立性的话还算可以，整体来说就是翻到背后就很空。那变形好不好玩，我只能说好玩，但是没有惊喜。为什么因为它几乎跟先前的每一个变形成这个录音机的这个声波呢都是一样的一个变形方式翻到后面，转到后面去之后啊，侧边呢这里有一个凸跟凹的结合，我们把它给扣上去，这里一样推到后面之后呢，把这个凸跟凹在这里做个简单的结合。然后呢脸部的话呢是做一个180度的翻转，这个你看到有个大球冠，这个大球冠也是很紧啊，然后我也是上了一点细油。那这个在从收音机变成人的时候啊，把这个东西抠出来啊，如果你不用道具的话呢，就只能用指甲去抓住这个地方往外啊，才能够有一点机会把它抠出来，不然的话其实是还蛮难弄出来的啊。然后这个一样翻到这一侧，你看到这里有个洞，这里有个凸，这样折过来把它给扣上去，然后脚掌顺势翻下来就可以了啊。
这个变形有没有觉得很熟悉？非常非常的熟悉啊，几乎真的是所有变成录音机的声波都是这样子的变形的一个模式。那所以说啊，它虽然是好玩，但就是变形上就没有，讲难听叫做没有惊喜感了哦。讲好听一点就是非常致敬或者是非常的沿袭了这个音波变形的一个血统。那么呢，这个录音机的话，这里啊斜肩完全就是一个铺路的一个点比较弱一些些，其他的空洞的话呢就不太计较，因为正面来看真的还是可以啊，就是这两片没有收纳好。反到后面啊，这个枪跟肩炮的话呢也是收在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地方，然后呢一样呢是有一个磁带是在里头的，那这个磁带的话呢就小心保存了啊。那顺便讲一下，这是一个透明部件，所以呢如果你真的盯着它看的话呢，你还可以看到激光鸟的这个录音带在里头。好吧，那么今天的话呢就给大家分享啊，这个目前比较不容易去买到的这个王国的核心级的声波。那好玩还是有，造型也是不赖，正面也是不错，但是就是这个价格目前还是比较偏高一点。如果你是原价去买的话，台币399买的话，我是觉得可能稍稍有点心痛吧。不过如果你真的是凑齐人物有这个必要的话，那你就衡量一下自己的预算吧。今天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